这个男孩加入了苏联共青团，但他却是个德国人。他还是希特勒少年团的一员，但他又是个犹太人。当德军来时，他说自己是个德国人，会说俄语，可以做翻译。当苏联反攻时，他说自己是犹太人，是受害者。他就好像个双面间谍，在两者之间游刃有余。那他到底是哪一边的？又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本期我们就来看这部二战高分佳作《欧罗巴》。先声明，这不是神剧，更不是瞎编乱造，是幸存者皮尔的真实经历。下面我们就跟随他一起回忆这段传奇故事。皮尔刚出生就同所有犹太人一样，婴儿时期要进行割皮礼，这是他们民族特有的传统。时光飞逝，转眼间他长到13岁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，虽然战争还未爆发，但德国境内的反犹太运动非常强盛，直到愈演愈烈，无法控制。大暴乱后，皮尔的姐姐被杀害，爸爸悲痛欲绝，为了救剩下的两个孩子，只好将皮尔和他的哥哥送去波兰躲避。不过很快就到了1939年，波兰被苏德联合入侵，无可奈何，哥俩相伴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。但是没想到波兰会沦陷的那么快，这里有很多逃难的平民，将皮尔和哥哥在河边冲散，他们没能上同一艘船。听逃出战场的波兰军官说，苏军在东，德军在西，除非逃离这个国家，不然恐怕无处可躲。难民船上的平民开始出现分歧，犹太人要去东面，因为西边的纳粹会将他们赶尽杀绝；波兰人要去西面，因为东面的苏联更是虎视眈眈。皮尔只能随波逐流，跟随船只来到了格罗迪诺，苏联的驻地。他们说的没错，苏联不会为难犹太人。皮尔平安无事地生活了近2年，也等了哥哥2年。然后他开始学习布尔什维克，学习俄语，接受苏联军事教育。聪明的他很快就融入这个大家庭，并且顺利地成为了一名苏联共青团员。本以为生活就此安定，不必再担心纳粹的屠杀，没想到1941年6月，德国对苏联宣战，战争再次爆发。皮尔跟波兰和苏联平民一样再次逃难，路上却因为飞机轰炸被迫与他的同学们分开。祸不单行，2天后他又被德军抓获。俘虏中有苏联军人、波兰军人、苏联平民、波兰平民，而德军从不关心他们是哪个国籍、身份如何，就问谁是犹太人。那他们怎么能辨别谁是真正的犹太人？简单粗暴，就是脱裤子。皮尔非常紧张，盘问到他时，幸亏脑袋灵活又非常机智，先讲一口流利德语将士兵镇住，说是历史迁移而居住在这里的德国侨民，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父母不知去向，士兵无法判定真假，于是将他带到长官面前。皮尔称自己是德国侨民，叫约瑟夫·彼得斯，其实这就是他瞎编的一个名字。又被问父母叫什么，现在在哪，皮尔显然有些紧张，脑袋飞速转动，不知道该编个什么名字好。这时候登记的军官调侃发问的同事，他都说了是孤儿院长大的，你问父母是不是多余？这句话瞬间提醒了皮尔，差点说出来，对自己是孤儿，不知道父母名字。正假装伤心的时候，盘问的军官大发善心，说一定是布尔什维克杀了他们，不要难过，我们会为你报仇的。这时人群有个苏联军官反抗很强烈，就是不知道说的什么，正好皮尔可以做翻译。真是没想到，被俘的这个军官竟然是斯大林的长子，证件上写得很清楚，雅科夫·朱加神维利。这是真实的历史，雅科夫1941年被俘，1943年死于狱中。皮尔在逃难中有幸见过其本人，而就是这位大人物才吸引了德军的注意，让皮尔化险为夷。之后的他充当翻译，跟德军混得还不错，香肠面包这样的食物也不会少。不过有位波兰同学认出了他，想要揭发，又是无法沟通，让他再次蒙混过关，把指认翻译成了诬陷。这么做的结果就是这位同学死得很惨，血肉模糊，把皮尔吓晕过去。昏迷中他做了这样一个梦，斯大林和希特勒在跳舞，面带微笑，分外和谐，这暗示着瓜分波兰时两国亲如兄弟。转眼间希特勒面色狰狞，立马变脸，要将对方碎尸万段，这是对苏德战争的一种另类诠释。在当时的皮尔心里，战争就是这么来的。接下来他只好跟着部队行军，苦点累点都没什么，最怕的是上厕所，那是犹太人的独有特征，一旦被发现后果可想而知。这天指挥官要见皮尔，队友们精心为他整理军装，看起来比他本人还要兴奋，因为对于近期的表现，皮尔很可能要升官，虽然他现在只有16岁。上校对皮尔非常满意，一番夸赞后问了个奇怪的问题，你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吗？这还用问？皮尔脱口而出，苏联。上校摇头，难道是法国、英国？上校都否认，随即像个慈父一般教导，是犹太人，孩子，整个欧洲现在都被犹太人控制着，我们要解放这片大陆，将来这些西方国家会感谢我们，记住，这是我们的圣战。
在皮尔听来就是屠杀平民，或者说叫种族灭绝，光听就已经够害怕的了。而当他亲眼看到时，更是被吓得全身发麻，汗毛直立。这让皮尔第一次感到迷惑，究竟谁是朋友，谁是敌人？为什么德国人可以一边对他那么亲切，一边又如此残忍地杀害他的同胞？难道自己也要成为这样的刽子手？不行，坚决不行。这天前线上，德军攻占了苏联的一所阵地，让皮尔翻译缴获的电台里对面说了什么。突然远处的苏联狙击手瞄准了这几个人，三枪全中，把皮尔最要好的三个队友杀害，这让他悲痛欲绝，大声痛哭。有这三个队友时，可以很好的掩饰自己的身份，如今他们死了，再接触新的德国人，他怕自己早晚会被吊死。没有了朋友，也就没有了牵挂，逃跑的欲望也就越来越强烈。最后他终于明白，德国不是个正确的选择，对面才是。正好有电台，他马上联系苏军，说自己是德国侨民，真实身份是苏联共青团员。为了表示友好，他撒谎说杀了三个德军，电话对面赞赏他的勇敢，让夜晚爬到河边过桥，然后举手示意，那边自然会有侦察小队接应。夜晚，皮尔迫不及待的一个人冲过前线，跑过桥，双手举枪。奇怪的是，对面的苏军也跟着站出来举手，就像投降。诧异的同时转身一看，原来是德军在进攻。这些人看皮尔第一个冲锋，被鼓舞后也跟着冲过来，就是那么的戏剧性，更是造化弄人。皮尔投敌没有成功，反而成了这场战斗的英雄。这么一来，上校更加赏识皮尔，看他年纪还小，应该去学习，成为一名出色的纳粹军官。不仅如此，上校没有孩子，他有意要收养皮尔为义子，这让他喜出望外，也算弄巧成拙。有了身份保护，还可以远离战争，为什么不能？就这样，皮尔被送回柏林，正式成为了希特勒少年先锋队的一员。来到这，连他自己都觉得讽刺，要不是个犹太人，完全可以做个双面间谍，一定可以名留青史。正想出神，纳粹教官要他当着元首的面宣誓，这让他非常反感，但又不得不这么做。可笑的是，回想在斯大林面前宣誓好像就在昨天，为了活着也管不了那么多。然而接触了才明白，这里不是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出色的指挥官，而是学习如何消灭犹太人。听他们唱的歌就知道，将尖刀插入犹太人的身体，让他们的鲜血四处流淌。皮尔这才意识到，在这里比前线更加危险。首先，他要检查厕所有没有内锁，帘子会不会透光。当看到有人穿裤衩洗澡时，他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。相反，觉得当个小纳粹还挺神气的。在这除了每天被洗脑，最让他开心的就是体能训练，他非常享受，因为有个漂亮的女孩一直在关注他。最痛恨的是针对犹太人的文化课，老师会教如何才能在人群中分辨出犹太人，比如高高的额头、鹰钩鼻子、平平的后脑、耳朵突出、走起路来像个猿猴，还说他们非常狡猾，会装可怜，为了讨好他人甘愿跪着，等别人放松警惕再猛地出手置对方于死地。说完犹太人的野蛮，又说日耳曼人有多么的优秀。我们的头发很纯净，像成熟的小麦，眼睛是纯蓝色，就像晴朗的天空，完美的身体躯干，漂亮的外形躯壳。等这些话说完，接下来就是实际的辨别犹太人，老师要找个学生来做示范。不巧，这个人就是皮尔。头骨的长度、鼻子、额头和下巴的比例好像不够标准，测量下来确实有些不对，皮尔紧张到差点窒息。接下来老师是这么说的，虽然他混合了其他种族的血液，但还是能明显分辨出他的典型亚利安人的特征，这就是我们基因的强大。听到这些话，皮尔终于放松下来，如今经过了老师的判定，应该不会再有同学怀疑他。接下来他鼓足勇气追求他心仪的女孩，两人都是互相爱慕，很快就坠入爱河。女孩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让皮尔茅塞顿开，虽然短了点，但可以用线拉出来，但这种极端的做法非常痛苦，疼得他满头大汗。本以为一劳永逸，结果在训练后线突然崩开，好像出血了，疼得他蹲下捂着不敢再动。同伴以为他哪里不舒服，提醒他，你走运了，明天会有校医来体检，一年就一次，体检治疗都免费。皮尔光知道疼了，没听清，说让我自己待会儿。突然反应过来，体检，对，全身体检。对于皮尔来说又是个大难关，该怎么才能躲过去呢？灵机一动，他突然大喊牙疼，结果一颗好好的牙被硬生生的拔掉，差点又要了他半条命。体检是躲过去了，但下体因绑线造成的红肿一直没消，痛苦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折磨，情到深处他也满足不了女孩的需求。皮尔感到很尴尬，找个理由搪塞过去。随后他们追逐打闹，来到一处乱葬岗，都是犹太人。皮尔很震惊，问如果你抓到一个犹太人会怎么样？女孩很兴奋地回答，我会割断他的喉咙。
皮尔想解释，没必要那么做，老实说可以集中关押。女孩不以为然，坚定地说，必须死，他们是猪狗不如的害虫。这彻底激怒了皮尔，狠狠地甩过去一巴掌。女孩感到莫名其妙，非常生气地跑开。好好的一段感情就此结束。皮尔当天晚上又做了个奇怪的梦，姐姐还活着，希特勒竟躲在自家的衣柜里。有德军来查，元首也捂着自己的下身，小声地说，不要出卖我。梦醒后，他意识到要去找家人，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。他请假打算去利兹曼城，听说那里是犹太人隔离区。到了这里才知道，尊贵的德国人不能徒步走进隔离区，说是怕污染了高贵纯洁的日耳曼血统，如果非要过去可以坐电车。电车被锁死，窗户涂花，看不到外面。皮尔借助一点缝隙才勉强看到外面的惨状，很恐怖，尸横遍野，活的人只剩皮包骨。恍惚间他好像看到妈妈，情不自禁的要打开窗户喊，被制止后他才缓过神来，歇斯底里地说，只是想呼吸点新鲜空气。此话一出，引得车内所有人哄堂大笑。犹太人，新鲜空气。回到学校后，训练的课程是刺杀，对象仍然是犹太人。轮到他时，总是因为力度不够被要求重做多次，受不了这种精神压力，他只能去找女孩，到他家里寻求原谅，却听到他妈妈说女孩怀孕了，就是因为希特勒说过德国女人都应该为元首贡献一个孩子，所以女孩找到了纯正的日耳曼人结合，就是他的室友。皮尔非常气愤地回去，两人扭打时教官进来，皮尔的身份出了点问题，让他去档案所核实一下，他的个人信息里缺了一张侨民证。皮尔谎称因为慌乱留在了格罗迪诺，而且这时候苏联反攻早就重新占领了那里，很难再取回。这个档案员看着非常骄傲的样子说，那只是暂时的，我们的元首有个近乎完美的计划，先佯装撤退，研制超级武器，然后把苏联人彻底消灭。他还说前几天就见到了元首，他依然是那么的威武，依然是那么自信，就像上帝一样控制着一切，说着神采飞扬，栩栩如生。皮尔无心听他炫耀，他的侨民证该怎么办？正忧心忡忡时，飞机轰炸，盟军已经开始进攻德国境内，德意志帝国要完蛋了。皮尔不关心那些，他开心的是档案所被炸个稀碎，不用再担心什么证明了。只是一转头，他的室友倒在了碎石下。1945年，德国攻占柏林，纳粹倾其所有反抗，包括孩子。皮尔所在的少年团更是无法幸免。战争到现在，苏军也都是年轻人在战斗。教官让他开枪，他总是下不去手，挣扎过后丢下枪，疯狂地跑。最终，他向苏联投降，用俄语大喊：“我是自己人，是共青团员。”这种身份到现在已经无法辨别。被带到后方，他又说：“我是犹太人。”犹太人，犹太人能活到现在吗？苏联军官给他看那些照片，近600万犹太人被残忍杀害。你说你是犹太人，在德军那里能活到现在，鬼都不信。皮尔的运气好像用完了，他解释不清楚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军官不想再跟这个小纳粹废话，拿出配枪，拎着皮尔来到一个真正的犹太人面前，他是你的了。一路逃亡，到这里终于要结束了吗？这时突然在背后有人叫他真名，转头看去，不敢相信，是哥哥。电影到这也就结束了，这样的结局是不是也太假了？其实真实的历史是他并不是被苏联俘虏，是美军，然后战争结束后是他自己去找了亲哥哥，结果真找到了。之后他们搬去了以色列，又参加了以色列独立战争，没想到仍然奇迹般的活下来了，直到如今已经96岁了，依然健在。他的传奇经历已经讲完，下面就点评下这部电影吧。个人感觉他比自己去看逊色了一点，却比黑皮书好那么一点，只是他太冷门，资源很少，看过的人并不多。影片的深度就在看似简单的叙事，却展现了战争、种族、信仰等众多沉重的话题，而剧中并没有过多的渲染气氛来烘托主题有多鲜明，一切表达全在主角皮尔逃亡的路上。如此举重若轻的展现，才让整个故事更精彩，更抓人心。片中有两处是皮尔的梦境，非常有意思，一个是斯大林和希特勒跳舞，一个是希特勒也像犹太人一样躲在衣柜里，滑稽荒诞的表现手法，是加分项也是减分项。加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让故事情节更有感官刺激惊喜效果，减分是对中年人来说，如此戏剧性让主观思想的表达显得不够严谨，好像突然失去了说服力。但是总的来说，这部影片是展现了一位16岁的青少年真实的逃亡经历，面对的观众还是年轻人，所以个人觉得他很成功。故事曲折，看点十足，紧张刺激的同时又能保证精彩，真的很难得，极力推荐有时间的小伙伴看原片，相信我，这绝对是少有的冷门佳作。好了，本期电影解说就到这里，电影好看记得点赞，也别忘了关注，下期更精彩，拜拜。